阿川，念在我们是老交情，我会给你一天的时间整理东西，记得要收拾干净哦。如果留下来的东西，我就当做是你不要的。哼，刺你一刀，没那么简单，我不会让你这么难过。 这里是1500，哪儿来的钱呢？我凑来的。哼，陈炳华，你真是个傻瓜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一次凑个1500，你能凑几回啊？杨哥，我求你，给阿川他们一条生路，让他们好好把生意做下去。还有，他有刘家的房子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也要顺便求我放了阿茂？ 你要求我的事情还真不少啊，杨哥。陈炳华，我知道，你一直都认为是我在逼迫他们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错了，我才是被逼迫的人。我承认，我追求慧芳的方式是有点不太妥当，但是至少我是真心真意的爱着她。你曾经看到过的，我怎么样低声下气，我求她谅解我，我也曾经百般讨好她。 他怎么回应那是他的事情吧？你们没有必要来阻拦我嘛。就是因为你们的阻拦，把刘慧芳推给了李逢春，这是害他还是为他好啊？最让我不服气的事情是，李逢春这个臭小子，他的底子是一清二楚。要是我跟他比起来，我杨政委比他好千倍百倍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杨哥，话不是这么说，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。你用不着替那个臭小子讲话。 老实告诉你，你自命清高的个性，我是看不习惯。但是你为了朋友的道义，你护着阿茂，我可以体谅。现在你们两个联手起来对付我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这个钱你拿回去，你的个性是不收红包的，这个钱一定是你跟当铺打交道凑来的。1500，只是刘慧芳债务的九牛一毛。我就算是收下这个钱。 也帮不了他的，我照样要把委托行收回来，还有刘家的房子哦。杨哥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我懒得跟你说这么多了。你只要给我记清楚，我杨忠我想要的东西，没有人可以阻拦得了。你也别想。爸爸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你是不是不赞成我把店关了？ 现在赞成或者是不赞成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我知道，开这间店花了你不少钱。唉，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有权利做这个决定。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再赚就有了。你要是问我，我会不会舍不得投资的钱？我要是说不会，那是骗人的。 我感慨的是，慧芳这次的行为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阿春，我来，放在哪？门口就好了。 对了，阿春，你打算把店收了吗？爸爸桑已经答应了。都要怪那个杨忠伟。阿茂，其实我们一直怪杨忠伟，实在很不公平。
你别生气，我们都知道慧芳会跟老胡借钱是谁造成的，不是吗？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现在再说这些也没有什么意义了。现在我只希望慧芳的选择是对的，只要慧芳能够幸福，关了这间店也无所谓。阿春。 你能替慧芳着想，我很高兴。对了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再说吧。你呢？我也是再说了。阿茂，你会离开基隆，去台北吗？怎么这么问呢？我想，慧芳应该在台北。 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会去台北？有可能。如果我要你带我一块去台北，你会答应吗？早。早。 好几天啊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是啊，希望你吃得惯，亲自做。只要是你做的，我都喜欢。来，请慢用。今天该汇钱给老胡了，别忘了。你放心，哪回我不是如期汇给他？我还觉得老胡那边的利息高了点。 对了，我们计划的成衣出口生意到底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我还是想把钱凑一凑，一次还给老胡算了。你放100个心，你跟老胡借的钱很快就可以还清了。谢谢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了，我们是不是该结婚了？ 你也知道外头的人对未婚怀孕的眼光，我不希望别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的。那当然，我们是一定要结婚的，而且你会有一场非常风光的婚礼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觉得一个男人应该先立业再成家。 这样才能给他所爱的人一个确实的保障。我问你件事，你说我爱你吗？爱。那你相信我吗？当然相信了。那就再等等好不好？等我准备好了，我会为你举行一场空前绝后的豪华婚礼，然后把你妈跟妹妹接过来一起住。嗯。嗯。<笑> 什么时候会谈完的？前两天。哦，我出国前托你卖的房子卖掉没有？快了，真的快了。我找到一个有钱将军的女儿，她很喜欢你的洋房啊，可是她偏偏又很喜欢挑剔，所以我让她在里面住个几天，让她了解一下你房子里面设备的齐全。哪有这种事儿？房子没过户先住人。张老板，你放心，我有把握，她一定会买下来的。她很喜欢你房子里面的摆设。 而且我开了笔底价，多3成的价钱，他都愿意，所以你放心，这房子很快就可以成交的。真的？真的，我跟你保证，这房子很快就可以卖出去了。要快，我急着钱周转。是是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成天站着脚不酸呢 啊！你放心，我今天来办移交，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嗯，是是，老板，阿茂说他要辞职了。哎，是是是，哎好。老何，老板骂你了？没有没有，我辞掉是对的，免得害了你。阿茂，真是对不起，没有办法帮你忙。不要这么说，我本来就决定要这么做。对了，关于移交的事，你别担心，平常的时候你就登录得非常清楚。哎，对了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再多加你一个月薪水，让你慢慢的找工作啊。谢谢你，阿茂，以后要是有什么事，你尽管来找我啊。别担心，像我们这种贱命，没这么简单的倒下。阿春呢？来，这是你要的衣服，我给你送来了。哦，谢谢啊，小弟啊，拿去。来，我有事问你。哦。要喝点什么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是这样的，那天啊，我经过你店门口，看到结束营业的纸条，干嘛店做得好好的，突然想结束掉？当然是有原因了。是啊，我也觉得这会赚钱的店不会无缘无故关掉的。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找工作喽。想不想来这上班？当酒女？我不要。不是当酒女，是来这儿帮我的忙，学一学调鸡尾酒。我又不会喝酒，怎么会调鸡尾酒吗？没关系，这很简单，学一学就会了。你那么认真，我看两三天就学会了。可是你店里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外国人，我又不会讲英文。不会也没关系啊，你来这儿慢慢看就会了，你考虑看看啊。爸爸桑。哦，阿春呢？爸爸桑，这些衣服你跟阿桂姐都可以留下来穿。哦，店都收拾好了？都差不多了。对了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。真的？那很好啊。我是希望可以多赚点钱，补贴你因为这家店的损失。阿春呢？不用了，你不需要这么做。可是这都是你的老本啊。你呀、啊、就是太善良了，慧芳她有像你这样的朋友真是她的福气。是慧芳先对我好的。嗯，那也要你珍惜这个缘分啊。你呀、啊、是一个很好的女孩。啊、对了，爸爸桑，你可以教我英文吗？教你英文？嗯。Whisky，Whisky， 琴酒，琴，琴 ，Double，Double， 双份 ，Single。阿春啊，记熟了没有？好难记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很认真的背起来。没关系，你慢慢来。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你照着我本子上记的，一二三，加一加的摇一摇，就是老外最爱喝的鸡尾酒了，知道吗？
谢谢。别那么说，你自己也很认真。哎呦，天快亮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嗯，也好，我来收一收啊。嗯，春在这儿上班。阿春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。没关系，我顺路啊。啊，谢谢。走。哎，小青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喂，你干什么？臭小子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等等！哎，我跟你讲，阿茂在干什么？他是我老板。老板又怎么样？老板就可以对员工动手动脚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吴大哥，对不起啊。阿春，他要吃你豆腐，你干嘛跟他道歉啊？不是了，你误会了，刚刚是我跌倒，吴大哥帮我扶起来，这哪是吃豆腐啊？阿茂，快跟人家道歉。阿茂，阿春，没关系，这是误会，你应该觉得很高兴，你这位朋友这么护着你，别骂他了啊。阿茂，快跟人家道歉啊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叫吴长贵，你呢？我叫林阿茂。林阿茂，是。你好。你好。停在这儿啊？你认得这辆车啊？因为这是辆赃车，我们正在追查一个叫李逢春的人，他涉嫌杀人潜逃，很可能这辆车就是他偷的。杀人？没错，而且当事人已经指认是他干的。小姐，你认得李逢春呐？我只是喜欢这个牌子的车，随便问问而已。这牌子确实不错，可是我买不起。好香啊，这什么好东西啊？怎么了？我有一件事想要问你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你还没有回答我。我当然没有杀人了。真的吗？为什么警察说被害人指认是你杀的？警察来过。没有，只是我今天去买菜的时候经过派出所，碰到一位警察，他跟我说的。你有跟他说我住哪里吗？我当然没有讲了，我得先问问你。来，慧芳，这边坐。小心点，桂芳，我想车子的事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它是被偷的。至于你说杀人吗？你看看我，我像是会杀人的人吗？你不要管那么多了，你也知道嘛，这商场如战场，我在商场上待了那么多年，难免会得罪人呢。这说不定是误会，也搞不好是哪个人要陷害我，也很难说啊。那谁会陷害你呢？这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只知道，清者自清，只要我问心无愧，就算谁要陷害我，我都不怕，知道吗？
没事的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好不好？我们吃饭。 好大，你怎么不休息啊？没关系，反正雨打不到我呀，我现在要努力一点，多擦一双我就多赚一双。来，这是我做的三明治，你吃。谢谢。怎么样？这是老外最爱吃的，好不好吃？还不错。那你就多吃一点，这样才有力气做事。 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回来收账嘛，台北是新地盘，开发不容易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看到李鹏春呢？哼，我看你这一次啊失算了。怎么说？哼，你以为把这个店弄到手再租出去就可以赚钱，结果租不出去了，是不是？气得要死。嘿嘿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？你说，所长啊。 只要跟你有关系的人，看到你都怕你，谁敢跟你租啊？又不能杀价，还鬼才跟你租呢。你现在是在消遣我？嗯，你别这么说。其实我告诉你，你如果要赚钱呢，就在刘家那个老房子。你别看那个房子又老又旧的，光地价你就赚死了。你可别心软哦。我什么时候心软过了？ 哎呀，别来这套了！我老胡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久，我可是阅人无数啊。你是不是喜欢这个红玫瑰呀？嘿，哎，不就是因为你怕红玫瑰，如果你把那个老房子吃下来，红玫瑰呀，他会来找你算账，说不定还会恨你一辈子，对不对？其实你错了，如果你把刘家的房子弄到手。 我保证红玫瑰一定会来找你的，所长，你不是希望红玫瑰来找你吗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嘿嘿，这一点我倒没想到。谢谢你的提醒，走，我请你到俱乐部去，我们去喝酒。哎，你说走，走走走啊，好。 到了，该老板钱，没了。嗯，大派出所找我收钱。哎，老胡，你看看，这不是刘慧芳的私人保镖那个大英雄吗？怎么蹲在那擦皮鞋呢？嘿，所长，刘慧芳都已经跑了，他擦皮鞋有什么稀奇的？我差点忘了。 答应兄，生意怎么样？杨中尉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想怎么样？你现在在擦皮鞋，我是来捧你的场，我是你的客人呢。你对客人说话怎么这种态度啊？把我这双黑鞋把它擦成白的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老子吃饱了闲的没事跟你在这边胡说八道。阿茂，你八字还真够硬的，经常有人在背后罩你。 怎么？现在找到这家酒吧的老板在后头罩你，很好啊。
你信不信？哪天我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随时可以叫这间酒吧关门大吉。如果你懂，我就不后悔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也许只是缠绵，那盛开的滋味，短暂却是永远。把我这双黑鞋把它擦成白的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老子吃饱了闲的没事跟你在那边胡说八道，你信不信？哪天我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随时可以叫这间酒吧关门大吉。杨忠伟，我们两个人有任何恩怨，尽管找我出气，不要扯到别人身上去。那你要求我？我这个人很好商量的，你如果好好的求我，说不定我会放你们大家一条生路。怎么样啊？考虑这么久，看是你要求我，还是害里头全部的员工都没有饭吃？好，算我求你。这就对了嘛，做人要互相啊。现在我心情爽，我来捧场照顾你的生意。老胡，你的，拜托。哎，先擦亮点啊。我不能害阿春没工作，也不能害了吴大哥。阿茂，你一定要忍耐。阿茂，做人呐、要认命，这道理呢就跟擦皮鞋一样，鞋擦了再亮，还是穿在别人脚上。刘慧芳，你替他拼死拼活，结果呢跟着别人走了。想开点儿，不要每天愁眉苦脸的。会倒霉的，心情不好，来找我陪你喝酒嘛。我跟老吴先进去，替你占个位子啊，动作快点。杨忠伟，咱们走着瞧。坐那桌。既然这边请，欢迎啊。先生，请问要点些什么？开一瓶黑牌。好。所长，不好意思，还让你破费啊。秘书要点黑。Hello, how are you tonight? Hello. You look beautiful today.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?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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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. Oh, really?Yes, yes, yes. Would you come home with me? Yes, yes. That's great. Hi, Daniel. What's up? Oh, I'm sorry. I don't know. Bye bye. 阿春，来。记住啊，你不会英文，不要随便回答人家。我想借这个机会，可以多学点英文啊。你知道他跟你说什么吗？他是说要你今天陪他睡一晚。死啊！那你怎么说？我跟他说，你是我女朋友，你别介意啊，这样免得啰嗦。我去送酒。好，所长啊，你罩不罩得住啊？一瓶酒等这么久，你看着好了，酒还不赶快来啊！是，就来了。看到没有，先生，你的酒。哎，阿春呐、哎，这么巧你在这里啊！你的酒来了。哎，别急嘛，干坐下来陪我喝两杯啊！我不是陪酒的。嗨、哎，不要唱得跟圣女贞德一样，在这里不陪酒。我是来调酒的，放开我！调人就可以了，漂亮。来嘛，谈得我开心，我待会儿会赏你啊！阿春呐、怎么这么见外呢 ？Excuse me, excuse me. 哎 ，Is everything okay? Are you okay? Okay. No okay. No okay. No okay.什么 no OK 啊 ？She's my friend's girl. Let her go. 哎，所长，我看这个老外好像看你不顺眼哦。才怪呢！我在警察学校的时候，我学过英文的。你听我说 ，You，
发干喽。所长，嗯，后头那句好像是日文的。哦，好。One more time. You, pig, dog, piano, banana, I, police. 听到没有？厉害吧？No? You want me to hit you? Police! Police! 所长，我看这老外好像吓到了哦。那当然了。你这个死老外，你敢打老子，老子要你死得很难看。来啊 Come on, baby! Come on!老胡，你们怎么了？你眼睛瞎了？我自己去看。依我看，杨忠伟不会这么简单放过我们的。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是在回宿舍的路上发现他的。哇，这么严重啊！我看先送医院吧。不用了。哎，还好，你醒了还会说话，我还怕你是脑震荡呢。哎，对了，快去拿医药箱啊！哦，好。对，给我一杯水。还要吗？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杨哥啊，是炳华把你扛回来的。是阿春还是阿茂怕我找他们算账，叫你先送我回来了。你是说，是他们把你打伤的？他们哪那么大胆子啊？是阿春煽动那些美国水手动手的。你还装蒜呢？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是吗？阿茂在酒吧门口擦鞋，阿春在当酒家女，你不知道。杨哥，阿春他居然敢煽动老外打警察，这分明是要造反嘛！我现在就抓他们回来。不用了。杨哥，你不能白白让那些水手打呀，你怎么都不说话呢？哑巴吃黄连你没听过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咱们早上喝的豆浆都是美元来的，你不知道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对方是老外，这事情就算了？那还能怎么样？大张旗鼓去抓人呐、啊！督察要是知道我台风要跑去喝酒，我要怎么解释？可是，你确实是被打了呀。就算是过了督察那一关，上级也会叫我忍耐。跟美军协防司令部打官司，你别想了。杨哥，可是也不能就这样算了呀。情色强者不免怨气，如果你懂我就不后悔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也许只是缠绵，那盛开的滋味短暂却是永远。外面风雨那么大，喝两杯，等雨小点再回去。好。刚刚打得真好，恶人有恶报。可是现在我好担心，像杨忠伟这种小人，
这口气，他绝对咽不下去的。你现在是在担心他会找店里的麻烦吗？嗯。吴大哥，这很有可能，我们一定要提防。你放心，我想应该不会，应该是说他不敢。怎么说呢？这个杨忠伟看起来是个聪明人，他如果继续跟老外计较，对他不利，那是自找麻烦。所以我想，他不会笨到做这种事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要不然我好担心他会在店里面找麻烦。阿春，你就是这么善良，处处都替别人着想。在我跟阿茂需要工作的时候，是你帮了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害你呢？别那么说，我告诉你啊，想害我没那么容易。来，喝一杯。秉华，秉华，外面风雨这么大，你还跑来，怎么了？阿茂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惹杨忠伟？这件事你这么快就知道了？先别说了，我来介绍，他是我跟阿春的老板吴大哥，他是我好朋友。程秉华对吗？你们认识啊？阿春告诉过我。啊，吴大哥，谢谢你照顾阿茂跟阿春。别那么说，他们是来帮我的忙的，我应该谢谢他们才对。秉华，你冒着风雨跑来，是不是来叫我们快走的？你也知道杨忠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说这件事要私下解决，而且他还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这种话，我是来叫你们小心一点的。太太，你现在还很虚弱，不可以住院。妈，妈，妈，哎，妈，你先坐下来。太太，你现在身体很虚弱，如果你坚持要出院的话，到时候出了事情，医院方面是没有办法负责的。我自己的身体我很清楚，我可能随时会走。我不要待在这儿，我要回家。妈，外面风雨还很大。我不管。妈，你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吗？妈，我不管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小心一点啊。妈，妈，妈，妈。杨哥，外面风雨这么大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这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找个地方把这口气给出了。杨哥，你不是交代过这件事情不能闹大的吗？你担心什么？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我陪你去好了。不用了。哎，杨哥，外面风雨这么大，你带着伞吧。来，妈，先坐一会儿，喘口气啊。慢慢的。奇怪，为什么都是我跟焕玉在帮忙，大姐就什么都不管？二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的是谢谢，好不好？还是妈生的，怎么就这样不闻不问的？慧华，你到底在哪？我好想你。你不要再这样一头热，好不好？人家根本就不管你的死活。二姐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说这种话，奇怪了，我说错了吗？你说，我哪里说错了？我。杨大哥，忠伟，台风天呢，你怎么特地跑来这儿？有事吗？当然是有重要的事情。怎么了？你们现在给我搬离开这个房子。从现在开始，这栋房子属于我的。小胡说八道了，钟伟，你是在开玩笑吧？我恐怕没有那个心情在台风天跑来跟你们开玩笑。你们看清楚了，这是慧芳亲笔写的借据，还有她拿来抵押用的地契，没有错吧？妻子不会做出这种事。
杨大哥，我们一定得搬吗？不是一定，是马上。钟伟，我们母女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那是你们的问题。杨大哥，我妈真的病得很严重，这件事能不能等到我找到我大姐，找到她之后再说呢？不行，现在马上给我搬出去。如果你懂，我就不后悔。别问我究竟爱谁，也许只是缠绵，那盛开的滋味，短暂却是永远。杨大哥，我们一定得搬走吗？不是一定，是马上。钟伟，我们母女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那是你们的问题啊。杨大哥，我妈真的病得很严重，这件事能不能等我找到我大姐，找到她之后再说呢？不行，现在马上给我搬出去。你这人有没有良心啊？外面风雨这么大，再说那钱是我姐借的，有本事你就叫她要啊。少啰嗦，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还不出钱就拿房子来抵债。我已经很够意了，让你们多住了这么多天，再不走的话别怪我不客气。不要，杨大哥，我求你，至少等台风过了好不好？哼，还记得你大姐当初赶我离开这个房子的时候也没让我多待片刻。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别人怎么对我，我就怎么回报他。还不快走！要是我偏不走呢？你敢？拜托你，杨大哥，我求求你，我妈真的病了很久了，她不能再受此气，我求求你，我求你！少给我来这套苦肉计了，再不搬走的话，别怪我动手赶人了。我们走。妈，妈，借钱的人是大姐，要还钱的人也是她。再说这房子又不是她买的，为什么她一个人走了，丢下你不管，还要害我们走投无路？别说了，我们走就是。妈，走。妈，妈，小心点。你别用那种眼光看我，没有用的。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你如果要怪的话，就怪你们家大姐刘慧芳。走。妈，二姐，伟军。